两位同学试戏片段，现在就有两位同学分别和我们的男主角上台表演，角逐我们最终的期末大戏女主角，大家掌声鼓励。你这么确定是我？我知道是你。有点尬呀，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我的手好冷，你的手真暖和。你的手也很暖和。当然，我们的感觉一样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吧？我还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去开玩笑，我想以后会的。你这么确定是我？我知道是你。还是我们之前见过？我知道我们之前没见过。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我的手好冷。你的手好暖。你的手也很暖和。当然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吗？我还没学会用这种方式去开玩笑，但是我想，将来会的。通过这次比较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徐之韵的表演有些浮夸，程明的表演以情动人。按照竞演的结果，程明演女一，徐之韵演女二，大家掌声鼓励。程明不错，成女一了啊，恭喜你啊，程明。程明，你的角色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认真表演。李教授，我会努力的。徐之韵同学，角色不分大小，要演好你的女二号。好，教授，我会诠释好这个角色的。这是你们第一次对外演出，一定要好好排练。分大小，谁爱抢什么？上台的时候才不会出错。大家努力。好。